原来的牙齿上面都没有了，只能有上面有四五个，戴假牙很不方便，吃东西没有味道，因为那个 假牙托呢，它是托住那个上颚，所以那个嚼读那个食品呢，没有什么吃到它的味道。对于牙科比较专业，而且对待病人比较友善，有耐心。做手术呢，就一天就完成了，啊，所以说一天就完成，感觉很好。现在到餐厅里面什么都能吃了，是吧？很满意，就是恢复到以前全部有牙齿的那个时候，起码是90%以上吧。就是吃了有了牙齿以后呢，吃了这个东西，对身体的健康啊，对吸收啊，对消化了、各方面都是改善了很多。我是劝他们啊，都来植牙啊，植了牙以后对身体是各方面都是很好，命也会长一点。